你看这老爸是啥，你敢知？绝对唔香，你听。人若过要摕一瓜茶面顶有啊，来看一下咧我等下嘛讲啊，你囡仔细汉的生活你拢无甲伊参与啦，然后取舍。啊，我逐工食饭，我今日创啥？食到当结束去食。在我的眼里面呢，男人的事业第一，家庭第二了。在我的想法里面，女人哦，家庭第一，事业第二了。廖人甲廖云哦，国小国中的时阵呢，尤其国小，一看这老爸是啥，你敢知？绝对唔香，你听好无？咱咧人个过样哦，人个过样摕一瓜茶面顶有无？啊，来看一下咧有无？见者仪容，你听好无？我囝，阮管两个囡仔读国小时，伊看这老爸就是安尼。我读到透早时，七点外要八点起来，因为我八点上班。七点外起来吼，你后个你后去读册。透早第一件代志读册咯吼，去找爸爸。啊，爸爸咧睡觉，边我咧困嘛，来就来甲爸爸看者。啊，面就甲我看者安尼。啊，爸爸，你咧去上学咧？啊，我爸爸你去，我无闲，我咧困，就去读册啊。所以吼、哦，了后个了后，国小吼、哦，看这爸爸吼、哦，像咧看看仪容，你听有无？拢倒地也袂叮当的啦。啊，我这爸爸几点回来？十点外十一点。啊，我唔是讲去外口花天酒地，我拢是公司加班啦。十点外十一点回来无，囡仔咧困啦。啊，咱就去伊房间门甲拍开，啊，问囡仔仪容甲看一下咧吼，爸爸回来安尼。我甲我囝吼，我甲我两个囝，读国小只有无啥咧讲着话啊。有啦，拜六礼拜看吼，叫伊食食饭啊。平常是真正是无机会，连见面都无机会。见面的时候，两个不是我带袂叮当，就是伊带袂叮当的。我嘛是安尼过去啦。啊，阮太太嘛讲，啊，你囡仔细汉的生活你拢无甲伊参与啦，然后取舍啦。你讲哦，你太太讲，囡仔童年较重要啦。这当然，我这个大家的想法无同，我无讲哦，囡仔童年就无重要。但是对我来讲，我感觉是安尼。囡仔童年或许我没有完全参与，但当孩子成年了以后，就像廖云即马这时阵，廖云即马这时阵哦，十八岁、十九岁、二十岁啊，最起码在这个时间我来参与他，我还是来得及啦。第二点我认为我没有参与他的童年没有关系的，但他的中年的过程里面，我给了他很多啦。我不会成为他的负担以外，我还给了他很多。即我个人的想法咯，我个人想法咯。啊，我逐工食饭，今日创啥？食老东西都去吃。廖阳十七岁外时，啊，未满十八岁，啊，就早会使考驾照。啊，我来甲伊开到即个一个那个开到廖阳啊，你有驾照以后，你想开什么车啊？我就来甲问，伊讲，爸爸你说什么都可以。我无保时捷，较无安尼啦。有好啊，我甲定在 G D 三，你家只选配高到千二万啦。我倒甲你阿讲一句话，爸爸少年的时吼，较无陪恁，恁国读国小的过程内底吼，爸爸较无参与啦。但是总是吼，你家成年啦，爸爸会使安尼嘛较济啦。如果爸爸今日吼，当然是无安尼跟着你们一起跟着你们，让你跟妈妈陪恁啊，爸爸去拍拼的话，今日应该是 G D 三吧？今日应该是马三啦。在我的眼里面呢，男人的事业第一，家庭第二。在我的想法里面，女人哦，家庭第一，事业第二。